那接下来呢，这样子好了，好不好？既然呢两边呢人妻跟人夫，那我们就各自挑选一位人夫跟人妻来进行一个 PK。PK 内容呢，我们暂且保密。那人妻的部分呢，就由我来挑选，人夫的部分由你来挑选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好，那你先开始，你要挑选这两位笨蛋人夫哪一位？我当然是挑钟平哥啊。挑一个比较弱的。我跟你讲，我不要听。 那我这边就要从四位美少女挑选到一位，好不好？人气来 PK， 选择钟欣怡来，好不好？看看平常谁在家里面到底只会出一张嘴，谁才是真正做事的人？我们马上进行我们的大 以前我们的大匹配。好，我这边就要从四位美少女挑选到一位，好不好？人气来 PK， 选择钟欣怡来，好不好？看看平常谁在家里面到底只会出一张嘴，谁才是真正做事的人？我们马上进行我们的大匹配。我说接下来我们要干嘛？怎么有个小孩子你的小孩吗？一直感觉跟自己很像。你想起几年前有一次，你知道我们在我们家的口碑很好的。哎，我们家的口碑很好，因为哈，我讲句实话哈，那个因为我儿子的衣服我都没有帮他换过，为什么呢？他从生出来都是同一套吗？他没洗过澡，他没换过衣服，他从小到大他都没有做过这些事。会有些男生呢，真的有一些先生哦，对小朋友会怕，他不是不爱他，就是怕，因为他很柔软，所以会怕。那你有
以今天一开始我们就看你是不是一个好爸爸、好先生。今天我们 PK 有三样，好不好？三样可以来决定。第一样呢，就要帮我们眼前这位小朋友，要穿好他的衣服。他的衣服呢，包括他的上衣的 T 恤，还有他的牛仔裤。哇，很多哎。还有他的小袜子，然后还有他的小鞋子。小鞋子。等于四样。第二个呢，要折好。请问一下，能不能换个短裤啊？穿洋装好了，对，洋装比较你要让它保暖一点的，冬天没有人在穿。第一个好，第一个测验呢，就是要帮小朋友把衣服穿好。然后第二个测验呢，就要折好衣服，把衣服折好。三件。对，折好三件，我们也不要求你很多件，三件不同的衣服，把它折得整整齐齐的。当兵折那棉被都折得像豆腐干一样，那个折应该还好，应该不成大事。那第三个我们的测验是什么呢？准备自己爱吃的早。哎，民以食为天，你帮自己准备早餐，帮太太准备早餐，帮小朋友准备早餐，可以啊。哦，准备是好爸爸吗？应该准备没关系，但是准备好谁吃？你吃，我吃。怎么啦？不是准备好有。钟平哥好依赖后来姐哦，他在跟你求救哎。哦，没有，我吃哦，好吧。你吃啊，我自己做，大家自己吃哦。但是我觉得爱情好像不是太单纯了。好了，我们那个肠胃机计时已经准备好了吗？好不好？计时。请开始。我跟你讲，继续。你刚才这个继续。自己来。等一下，帮小孩穿衣服有没有一些顺序啊？有吗？因为你有帮穿过，是不是要先穿？要先穿什么？有。基本上，如果说我帮小朋友穿衣服的话，我会先帮他穿袜子。好棒哦！袜子。先帮他穿好。好棒哦！裤子比较好。是哦，就比较滑。对。哦，是哦，所以不能先穿衣服吗？不能。你这样拒绝。等一下，拒绝。来，你看哦。春姐好可爱哦，乖。哇，我觉得小孩有种快要哭的感觉。乖。而且这个小孩都是。拒绝。吓到人家了。怎么办？好。我们现在时间还在继续。对，没关系。乖，小薇。小薇，乖。他不要跟他玩，等一下有没有玩玩具？放弃了，不行。好了，因为基于小朋友的这安全理由，我们第一关还是放弃好了。钟平，你乖，不要再下去。他有了。来，我们把左脚抬起来。帅气哦。好，我放弃。我们放弃。第二关，折衣服，折三件。折衣服，来，折衣服。第一件，哦，这个怎么样？这不好折哦。你在干嘛？你干嘛？这抹布是不是？在家都这样折的。都是浩然姐在折衣服，我会把它通通拿出来再折一遍。对，他折一折，还要发出老人。哎，这衣服是有多重啊？哎，这个很急。
根本没有折到吧？这越折越重哎。好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有火。既然有吐司的话，我先把吐司给烤一下。哎呦，有厉害啊，专业啊，对不对？厉害耶。钟平哥，你有做过早餐给浩然姐吃吗？没有。我们家都我在做，从来没有。我怕我做了他。而且我们家的东西是你一定要拿到他面前，譬如说水果切好，如果放在冰箱，他不会去开冰箱的。为什么？你要他不会去主动去这些，所以你一定要吃完饭之后从冰箱把苹果拿到他面前说，哎，吃苹果，好，他就吃。因为他就是老爷，他觉得他就觉得东西要在他面前才是东西可以吃。对，不是啊，因为就吃完饭就觉得肚子已经饱，就不想动了。对啊，就可是苹果为什么放上去你就会一直吃？所以我们家他会吃，我们家他会动的水果只有橘子跟香蕉，因为不用。切，不用太复杂，对的。哇塞，王仲平，你命很好哎。对呀，超爽的耶。不是，其实我就喝切啦，很好养哦。就是他不跟我讲，反正我也 OK， 也。就拿坏掉东西给你吃，你也吃就对了。哎，对，搞不好就拿过来。吃什么都好。对。他也不挑了。对，我就是。但你老婆就是爱你，就帮你多切水，对，什么都要帮他切好削好。所以我现在也好好的煮一个东西给他吃一下，做一个好吃的早餐给于浩然试试看，对。OK， 好，蛋的，等一下，你要几分熟？几分熟的蛋？六分，来。很棒，好棒哦！这么多油。请问一下，你是要这个葱爆牛肉还是三杯鸡？等一下，好蛋。你三个蛋会把那个蛋壳一起丢进去？不会，这个，哦，这个蛋下的漂亮。哎，还不错嘛，还不错嘛，温柔。对，我现在刚才，哦，这个我喷油，哦，小一点。哦。等一下，你要不要？蛋快烧焦了，好烫。哎呦，哎，奇怪，奇怪怎么会喷油？奇怪。你在煎蛋还是在打蒜啊？好 ，OK。哎，小朋友，你那个衣服自己穿一下。我们自己要学会独立哦。哎，不错哎，不错哎，没错，没错，没有破掉哦。哎，没破哈。哎，除了蛋之外，要不要？哎，可以加一点这个哈。火腿来一下，火腿蛋腿，一片就好，一片就好了，一片够了。一片太咸，哎，小心蛋焦，好。他说他六分熟的蛋，六分哦，差不多了，对，好多油啊！我第一次看到蛋那么油啊，第一次。其实可以煎三颗刚刚好。哎，五哥，你要不要过来？他那个真的好火大，那油好多。对呀，怎么会这样？对不起，好吃哦。有下油了。明明是煎蛋，被他弄成炸蛋了。哦，好油哦！哦，这个需要，吸一下油。我把油沥掉。哎，我结婚20年，他真的第一次在煎蛋，所以他会啊，会吧？哈，我觉得还不错啊。他这个蛋煎的还挺漂亮的哎。好，等一下我再去。你要干嘛？哎，我去把衣服。你再试一次。干嘛？再试一次。小薇，我忘记小薇。小薇穿酷酷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他笑了。快，来，先打开心房了。小薇，耶！啊，抱，好，来，抱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一关还是失败。6分57秒，现在中间时间6分57秒。第一关还没完成。对，三件衣服折的不怎么样，然后早餐做的现在还不晓得怎么样。这个早餐做给浩然吃的，还不错，是吗？真的可以。用味的，对啊。你要给我角角嘛？那在凭什么咬？这个角角就吃不到这个蛋啊。因为20年的感情，有些时候还是需要激情啊。等一下，你这样子都没有咬到，我先咬一大口够了。所以你要吃到蛋，我才吃到。我觉得你的话有点怪。不是啊，我煎的蛋。咬一下他的六分熟的蛋很重要。煎而且微微害羞。微微，一下六分熟的蛋的东西。原来钟平哥是六分熟的。六分熟，刚刚好哦。好，吃到蛋了。吃到蛋了吗？怎么样？这个蛋有六分熟吗？说好吃。有，蛋有点老，就叫你不要放太多油。好了，不
错了，我觉得聪明哥已经不错了。我刚才想说他蛋可能会煎乱七八糟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至少做了一个很贴心的动作，帮自己的太太做了一个早餐。对，好吃不好吃是另外一件事情，但是真的很贴心，很贴心，值得我们大家学习。可是刚才聪明哥没有完成帮这个小孩，这个就是因为他没有经验的关系。可是你不是说你蛮有经验的吗？我从小对家事我已经讲过很熟练。那你要不要试试看帮这个小孩穿衣服？你可以。但是我对他真的不熟练。你试试看嘛，哎，说不定他比较喜欢你啊。他叫什么名字？小薇。小薇哈，小薇小。哎呀，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什么？哦，你看，看，你看，你看这什么？没有，来你脚脚过来，你脚脚过来，好像比较喜欢你。脚脚过来，脚脚过来，脚脚过来。好，没关系。脚脚过去，来我脚脚过来。好，没关系。小五哥，是你们去哪边找这个小朋友？我们只要人一来他就跑，我们人一回去他就立刻就过来了。这样子的。对，这小孩，这不是你的错，这不是我很熟，我过来了，来脚脚，不要弄啊，我脚脚，你脚脚过来，没有算了啦，这个阶段本来就认爸爸妈妈，没有关系，对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了，很明显的就是说我跟王仲平两个人都没有办法帮这小朋友穿好衣服，那王仲平呢刚才花了6分多秒的时间，那现在呢可能就要一个照等来了，哎，没关系。我们就直接换我们的人气好，我们来跟他挑战一下，因为刚才钟明哥两关画了6分多嘛，对，对啊，那我们现在换心仪，也是同样的三关嘛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欢迎钟心仪。好，接下来换我们的心仪来挑战喽。刚才王钟明跟我呢，在小朋友穿衣服这一关呢，真的都铩羽而归。我知道，因为小薇跟我的小孩小乖差不多年纪，那这个年纪的小孩非常有自主性。然后这个年纪的小孩，如果你要快很准，有些时候出门光忙孩子，时间花很久，你这个时候就要用到虎神。虎神？不知道。巧虎。有些时候你必须要用一点小手段，让孩子赶快穿衣服。我只是试试看，我也想说他不是我孩子，但是可以试一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赶快来试，好不好？先好，计时。哎呦呦呦，时间开始。哎，小薇，你过来，来，我跟你说，你看这个，你帮我看，有人可以帮我拿吗？我来，我来。哦，这一招哎。哦，你看哦，他在跳舞了，他在跳舞了，好棒哦，穿衣服，好棒哦，穿衣服，好棒哦，好。然后你的右手，继续看哦，他在跳舞了。我觉得巧舞真的好棒，哇，你的右手也好棒，你好乖哦，你都帮我把你的手伸出来了。哎，五个不能把我拿走。拿走，那分开。哦，他就看，对，你的左手也很好哦，来哦，哇，是巧舞，你的左手，我们看看左手在哪里，真的是，哎，好棒哦。好棒，好棒，好，来，小薇，你坐在我身上，哎，非常好，继续看，继续看，继续看，来来来，我们要继续看，然后你的脚过来喽，是不是跳舞啊？哦，好像在跳舞哦。跳舞，肩膀，肩膀在哪里？肩膀在哪里啊？我们调大声一点。啊，肩膀，哎呀，好，大声一点，大声一点。好，那我们站起来好不好，小薇？好。哇！肩膀在哪里？肩膀在哪里，小薇？肩膀在哪里？哦，最近吃的有一点多哦，小薇。怎么办呢？哎呀。OK， 肚子，小薇你坐下来，坐下来。肚子在哪里呀？肚子在哪里？小薇，小薇，我看。哎呦，看，看，棒啊！小薇在拍肚子啊！肚子在哪里呀？小薇在哪里？你好乖哟，好乖哟。然后我们要穿鞋鞋，我们的左脚。好，谢谢五哥。好，谢谢。右脚哪里？屁股在哪里？拍一拍。OK， 我们可以出门了，小薇。哦，这身衣服，高跟鞋，太神奇了吧！太神奇了吧！虎神很棒，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真的很需要虎神，因为你要快速的出门。OK， 现在中心要挑战折衣服。哇，这衣服有点重。你折的跟王仲明完全不一样哎。我喜欢这样啦，不然就是吊起来。这是什么专柜折法？专柜折法，正面朝上。是啊，领口冲着向上面。对，然后像外套我都会吊起来啦。是，但是我习惯这样折，可能也折不好。我的习惯是两个袖子。哎，我也是这样子，两个袖子这样。对，我也是这样折。先这样折 ，OK。然后这个是比较难的嘛，这是衬衫是吧？对。对，衬衫通常挂起来会比较好，因为会比较不会那么皱。还要专业哦。而且它这个又是麻的，更容易皱。麻的超容易皱的。哦，哎呦！
也是正面朝上，也可以正面朝上。那你可以偷机一点，把那个扣子扣起来，皱掉。有在做加深一点，好，两件，好了，三件，好了，好。然后早餐，早餐这一关比较难一点哦，因为像刚才钟平做的比较手忙脚乱一点。对，但是我想讲的是，其实你每次都会帮小孩做那些副食品，那些前一晚我就准备好了。但其实我每次喂完孩子的时候啊，我自己就会吃的随便。那我最近开始觉得啊，大人真的不能吃的随便。早餐呢，我自己就会准备，因为有些时候你为了孩子嘛，你就会自己吃的不健康，所以我随便吃。对，所以我最近都会准备这个高纤奶昔，然后高纤奶昔啊，顾名思义就是让你有营养，然后膳食纤维，然后它有三个口味，我先做，然后呢，等一下跟大家来分享。这是香蕉口味的，这是香蕉口味，香蕉口味，然后你可以加鲜奶，你可以加豆浆，你也可以加水。那我自己是喜欢喝豆浆的。这个不用煮吗？不用煮，其实它就是很像以前我们在喝胶原蛋白的时候也是这样直接泡。你看哦，我直接泡150。OK， 可以 shak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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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hake， 因为它只能加在豆浆、牛奶，可不可以加比如说咖啡啊，或者是红茶之类的？我自己是豆浆、鲜奶跟水，水比较没有味道啦。我自己会觉得豆浆的口感最好。哦，咖啡也是可以的，也可以啦。但是我觉得早上不要马上就喝咖啡，空腹喝咖啡，有些人胃喝不舒服，对，会刮胃什么的。OK， 结束。啊，这样好快哦！快了啦，你那个炉子嘞？4分钟，赢啊！刚才明显的王中平跟钟欣怡的 PK 呢，钟平惨败了。对，我居然把小孩的衣服穿好，好厉害！你把小孩子的那个上衣穿上去之后，我就已经想要膜拜你，太厉害了，真的太厉害。没有，你应该说浩然姐厉害20年。对，辛苦你了，辛苦你了。今天很明白的，怎么样？在我们女人要有钱节目里面，我发现了。只会出一张嘴的，就是我们臭男生，是不是？而女生呢，永远都是在背后默默的照顾着这个家，支撑这个家。所以这个处罚呢，就是我们三个人要非常诚恳的向我们4位女生，当然也包括花花，我们要很诚恳的一鞠躬，谢谢你。好物只要上我们女人要有钱的脸书官网参加抽奖，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哦。今天谢谢你们，谢谢。